面板分为矿型选择，矿型选择有 U 型、正方形、长方形、折弯调速，折小框的时候可以把速度调得快一些，折大框的时候就可以把速度稍微降得慢一些。折弯计数，每折一个框计一次数。折弯调压，调节铝条夹紧部分的压力。短边电池定的是这个铝条的宽，因为肉眼的话不好看，所以说打下来以后就可以很精确的看到这个宽度。过程具体一会儿有讲解。急停是在出现紧急情况下按急停，它就会断电。如果说这个框子是500×800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调节到向后拉，打开短边定齿，这个部位它就会下去。下去了以后，我们可以调到500，很精确的可以看到500。我们这时候给它紧死，后面调到800，紧死以后，把短边定齿打上来。这个时候我们演示的是长方形，长方形的话是切一下，折四下，再切一下，打到长方形上。先切一下，这时候我们对到我们刚才调好的宽度上，500。对，这样的话一个框就折完了。